近日范冰冰在拍摄广告的时候穿上了长裙，现场照片见到她微微举起手并转侧身，完全展现出她身材的曲线，明显看得出她的小腹微微凸起，令网友疯狂猜测这个是肥定是怀孕。而范冰冰在22日就在微博上面转发了这张相，并以7个字自嘲回应，她说还好，面还是小的。看到大方辟谣的范冰冰，网友们都纷纷留言说姐姐太可爱了。